OK，我们下面继续来了解这个计划任务。这个计划任务 CRON 呢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完成一些什么周期性的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和那个 AT 一样，都有一个守护进程。如果这个守护进程没有运行的话呢，你写了计划任务的列表，它是不会帮你执行的。那么 AT 呢，是要装一个这样一个软件包，同时还要将 ATD 的这个进程给什么给启动起来吧。那么 CRON 呢，它的进程叫做 CROND CROND， 所以请确保这个进程是开机什么。我们看个状态 CROND， 后面写不写点 service 都无所谓啊，都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进程当前的状态是 active running， 对不对？而且呢，它的开机的时候也是处于 enable 表示启用，对吧？表示这个是启用的，也就是开机的时候会自动启动，这是 CROND 啊。这个一般我们不用考虑，它通常是我们默认的一个安装并且启动的一个进程。好，那么对周期性的，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要记住，就是 CRON 这个进程它会每分钟啊会去处理一次计划任务，就相当于这个每次呢我会来看一下你们需不需要有什么任务需要执行。举个例子啊，现在 A 用户他的任务是每五分钟执行一遍， B 用户呢是每八分钟执行一遍，C 用户呢可能是每个整点执行一遍任务，好吧？但是我这个 CROND 进程，我会每分钟会看一下你们是不是到了什么需要执行的时间，能听明白吗？他每分钟过来瞧一瞧，看一看是不是到了需要执行的时间。那么所以理论上讲，如果你的计划任务它的这个力度啊达到了什么比分钟还要小，比方说你希望每秒钟执行，或者说几秒钟执行一次，理论上讲计划任务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他一分钟过来处理一下事情，是不是？那你希望的是几秒钟执行，这个做不到，我说理论上做不到，好吧？我们要通过一些曲折的方式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曲折婉转的方式。那么首先各位，这个计划任务呢它有两个级别，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用户级。除此以外，大家可能看到笔记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系统级别，系统级别比如说按照一定的时间，按照这个一定的时间去干嘛呢，去清理垃圾文件临时文件，然后到达某一个时间去干嘛呢，去做日志的一个轮转，一个切割，明白吗？这是系统级别的任务。甚至是我们前面还跟大家讲过，计划任务每天会做那个 update DB 的样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升级，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使用 locate 命令去查询。这都是系统计划任务它默认什么已经定义好了的，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就可以。所以我们的重点是用户计划任务，就用户这样一个级别。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计划任务存储的位置，它存的是 WA 下的 SPOR 下的 CRON， 这里面每一个用户会有自己的计划任务，都可能有自己的计划任务，但目前有没有？现在那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计划任务，对不对？那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每一个用户它会有一个和用户名相同的一个文件来存储用户的计划任务，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哪一个用户有计划任务，是不是？同样我们可以像 at 那样去做一些管理， cron table 这个命令是我们的管理方式之一，然后用 cron table 杠 l 会列出什么当前用户的，注意当前用户的计划任务的作业，也叫作业，是吧？它这个是删除当前用户的，溢出所有的什么当前用户所有的这个计划任务，
这个是用来编辑的。当然也可以怎么做，也可以像这样杠 U 去对某一个用户设计划任务，也就是说我们 cron table 杠 L 列的是谁的计划任务，谁的，对，现在当前用户是 root。 那个如果是什么用户执行，12.204 是吧？好，如果切换到我们的 Alice 执行，那这个命令就是 Alice 计划任务，看到吗？那如果我们使用 cron table 杠 L U 杠 U Alice， 这什么意思？因为 root 用户是有权利去为普通用户，包括创建，也包括删除，包括查看普通用户的计划任务的，明白意思吗？ root 用户有这样一个权限，但是普通用户只能够去看自己的计划任务，明白吗？管理自己的计划任务。很显然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没有计划任务，对吧？没有 cron table 表，就是一个计划任务表，没有，是不是？那怎么去做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看一下。现在我们创建一个计划任务 cron table 杠 E 编辑计划任务，对吧？啊，尽管我是 root， 但也是，这也是用户级的计划任务，用户级别的啊。大家看到他首先把这个任务呢放到一个临时文件里面吧。其实很多东西在前面我们看过，是不是很多进程都会有一个临时文件？大家记得 YAML 在安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个临时文件？他会把那个 transaction， 也就是那个事物啊，是不是先存在临时文件里面呢？你甚至可以去调用，最后去 node 加载。所以进程呢通常都会在 TMP 下面来存储它相关临时文件，但是注意这并不是最终什么计划任务放置的地方，这只是一个临时文件。好，怎么做呢？好，看一下，看不懂是吧？看不懂就看不懂。我现在就定义好了一个计划任务，这个计划任务的作用是呢，每分钟去执行一下什么 data。 那这边我们有没有定义 data 的输出？有没有定义？没有。我们在前面讲过，所有计划任务只要你不定义它的输出的话，它都会发邮件给用户吧。好，每分钟可能还没有到，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的关于什么输出的结果吧？没有吧？那我不知道时间到了一分钟了没有啊，也许差不多了。来，有一个命令是查看用户的邮件， mail 命令，对不对？好家伙，能是什么都没有吗？有一个邮件是吧？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包啊，这个 mail 包叫什么名字啊？怎么查 ？YAML PLVIDES。显示有，但是我看不了，对不对 ？Why 是因为没有 mail 这个命令。这个是在建立那个缓存啊。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吧，700多。哎呀，没有，咱没查到吗？原因是我们得给他一个路径吧，是不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建议大家这样写，因为 mail 命令肯定在什么什么，不知道是 bin 下还是 s bin 下面，反正可能在这下面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会减少这样一个搜索的范围，叫 mail x 是吧？好的，那我们来装一下 mail x。 其实已经收到了好多，肯定收到了一封邮件了吧。好，看一封邮件，两封是吧？第一封邮件看一下，一 data 命令执行结果有吗？有没有？有吧。好的， q 有三封邮件了已经啊。
二封邮件。我刚刚讲过，凡是没有重立项的话都会发给谁？三封了吧。你要是不关的话，他会一直每分钟会有一封。我把这个邮件删了啊。哟，是吧，我删除了三封邮件，但是架不住还有什么，一会儿是不是还会再次给我发呀。好，把计划任务编辑一下或者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我是不是使用了五个信号啊，这五个信号就是来定义什么我们的计划任务要执行的时间和间隔。好，先把它删除。我害怕了，这个你看邮件是不是一封接着一封来了啊？对了，刚才我们入的用户的邮件那个目录在哪儿啊？是不是在 WAS 下的 Sport 下的 Mail 下的 Root？ 其实我有一个很方法把它删除，就是这样做，明白吗？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重立项的干干净净。一般里面有邮件的话，我可以采用一到，比如50行到40这种方式，就先进到 Mail 这个提示符下面去，是吧？然后紧接着呢，删除一到多少封邮件，这种方式也可以。或者干脆痛快点，就是呢，把这个文件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但小心点啊，小心点。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重点看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先看一眼，这个倒很简单，在 EDC 下有一个叫 cron 点 deny， 看到了吗？刚才我们是不是记得 IDIS 这个是也可以，它也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任务啊，甚至可以编辑自己的计划任务，是吧？那我们如果在这个 EDC 下的什么 cron 点 deny 拒绝吧， deny 是不是拒绝，在里面写上了 Alice 或者 Jack 会怎么样，那么这个用户将没有权限使用计划任务，注意到了吗？好，他说你的 Alice is not allowed， 不允许使用 this program， 不允许使用这个程序，也就是 cron table， 明白？啊，这个动作当然挺卑鄙的啊，要不要这么做你自己衡量着看。那你这么做 Alice 怎么看你，这个怎么看你，小猫小狗怎么看你，鸭怎么看你，鸡怎么看你，是吧？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格式，语法格式啊，这是用户级别的计划任务语法格式。语法格式它一共是，看好了，这个是分时日月星期，然后命令。刚才我们是不是打了五个星号啊？分时日月星期，一共五个位置，看到了吗？而且这里看到的是，如果你写的是分号，星号什么意思啊？就是每分钟，就是零点零，不是零一分整点到59分，每一分钟，星号就指的是零，也指的是一，也指的是二，也指的是59，明白吗？能看懂吗？这个没有什么技巧性啊，这只是往上看一眼，就这是给你一个表述啊。星号是指的是每分钟，第一个星号每分钟，第二个星号是什么？每小时，它指的是。零点到23点，明白意思吗？好，那问一下，这里呢没有24点这个说法是吧？24点就是零点啊，没有24点。然后这里的月呢，不是那星，那个什么天是一到一月当中的天嘛，1到31天。那如果这个地方星号表示的就是每天，下面是1到12表示什么？每月，是每月，每分，每时，这次是好别扭啊，每还美元啊，还想得美呢，每分每小时，你咋不说每日呢？
每天、每月。一星期当中的每天，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是这样的，好吧？你说的也没错，确实是每天。啊？重复不了？那可以写成五啊，这儿五的话就是周五啊。好，这里各位啊，如果说你觉得写一到十二和零到六，注意零到六分别指的是周几？周日到周六。七和零指的都是 Sunday。对，你写一到七也可以。七和零都指的是 Sunday。好，这里呢，各位，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数字一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种。什么？什么？这种那个高度是吧？对，没错，高度一下词穷了。那么你使用每个月的前三个字母来表示，这就可以了，好吧？你也可以使用每个星期一、星期二的前三个字母来表示就可以了，好吧？这个一下就能够体现出你的高度。人家一看，我计划任务。我也学过，但是我看不懂他这个。首先，这个英文这个就是问题，是吧？老板说走。啊？差不多。他唱歌，明天唱呗。明天唱一首那个叫《You Raise Me Up》，好吧？《Nobody Nobody Too》是吗？那得表演，那不能光唱。那得表演。好了，各位，看一下，除了前面这几个时间位置的话呢，还有一个是 command， 要干什么？我刚刚写的是干什么？哎，我刚刚是不是写了个星星星星星？就是。就是星期的每一天。每星期的每一天。每月的每一天，不，你不应这么讲，你应该说每世纪的、每年的、每月的、每天的、每小时的、每一分钟。我想告诉你，就说每一分钟不就行了吗？对，就说每分钟就行了，好吧？别给我扯到那个每世纪那个层面上去了啊！好，每一分钟是不是执行一次命令啊？好，请问大家，刚才我执行那个 data 命令有这个价值吗？那我执行个 ls 有价值吗？没有。那我想说的是，这儿一般我们都执行的不是命令，而是一个脚本，就是把要做的事情写到什么脚本当中去。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些命令很长，甚至还可能要加管道、加这加那的，对不对？非常容易产生歧义，明白吗？歧义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可能这个想歪了，对，没有想歪了那种的。歧义这怎么解释？想法不一样，没法说，这再直白的话我解释不了。你给我整一本词典或字典在那儿可以啊？对，分歧，终端分歧器嘛。来。啊，不是爱奇艺啊啊啊！对对，你说的那个是奇异果，也就是猕猴桃。不讨论那个了，讨歪了啊。那个各位，我说的这后面呢，别给我跟个什么命令，好吧？跟一个脚本。当然很显然，这个脚本需要什么权限？执行权限。我们假如说后面跟的是一个 MySQL 的备份脚本，好吧？假如说跟你脚本来，请大家一起来观摩一下下面这个格式。每两个小时，我打你，这是每天的两点整，每两个小时。好，这里呢，这个每啊
读到哪个位置呢？读到数字的下一个每就行了，好吧？就不要说每月了，就读到数字的下一个就可以了。它的下一个是不是天啊？那就是每天两点整，执行 MySQL 备份。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吧？执行 MySQL 的备份命令。好，下面这个呢？每月的。对，每就读到下一个，每月十四号的两点整，执行 MySQL 这个备份命令。明白？每，你自己给我很清楚，肯定是每年，别说那个了。每年二月十四号的两点整，肯定比越大的是年呢，对不对？肯定是每年了，你不能说每星期啊。哎，那么林总，不是这有歧义吗？这是爱奇艺那种呢？每年，你不要往后读了，这个地方不合适它，好吧？每年二月十四号两点整，各位，那一年执行几次啊？就一次。这种计划任务根本就不存在，好吧？啥计划任务是这样的？对呀、啊，情人节啊，我故意写情人节，情人节啊，能看懂我这个数字真的是不错啊。啊，这情人节睡不着啊？这是医院备份吗？那个看不懂这个数字的人，我刚刚没有说，那你真的生活挺悲哀的，是吧？我告诉你个方法，好，不扎心，好好的学习云计算 ，OK， 然后这个迎娶什么白富美，啊。行行，不讨论那个，那个多余了。来看下面这个，每什么？就每周五行吗？每周五的两点整。哎，这个呢？每个六月六月的每个星期五两点。咱们你们这说的就不像中文似的，感觉。每年六月的。每年六月的星期五的两点整，就是必须是六月份的，然后呢还是周五的两点整啊。好，当然我这写这个是为了什么，不，有些计划任务不是这么干的，我写这个是为了让你们读得懂，好吧？这个呢变态是吧？没有矛盾，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给你读一遍啊，别出声了，好吧？别如果，这个意思是说，能不听我说？是每年的，是不是每月的什么二号的两点整？或者是每周五的两点整，啊，不适合呀，你想多了吧？啊，同时就执行一次，那赶巧了是不是？那天既是二号又是周五，执行一次，那还想执行两次啊？明白了吗？下面这个是每年六月二号两点整，或者是。每周五的两点整，就是星期和日是或的关系，能明白吗？啊，我就是考你一下这个，星期和日是或的关系，明白？下面那个看一下，除以五是什么意思？对，这可不是说除以五啊。因为我们知道计划任务是每分钟执行一次，所以不可能是十二秒钟执行，是不是？所以是每隔五分钟，明白吗？那这个是
注意，无论你怎么写，数字一共是五位。看这个实际上是一起的啊，一定是四个空格，没错，不能够写开了。这个是每月一号的、四号的、六号的两连整，逗号是隔开的。每月五到九号的两连整，能看懂吗？然后下面这个什么意思？每分钟执行备份，不是，下面这个语法上没有错，但逻辑上有错，因为我们知道买四个备份不可能说一分钟就搞定吧，是不是？你还要考虑备份的周期啊，你还要考虑备份所花的时间啊。其实你知道他想是什么意思吗？他想的是每个整点钟执行，但是其实这个新指的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新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零到五十九每一分钟。我们正确的做法是整点是怎么写的？零，看到吗？零才整点。当然，一个零和两个零是一样的，零二和二是一样的，好吧？明白？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是语法上没有错，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逻辑上有错。就是我们没打算这么干，我们想要的是整点钟执行，好吧？最后这个呢，这个也是错的，哎，不，也是逻辑上错的。这是二号那天，是吧？本来想的是二号的几点钟执行。啊，不，没有，这个写成了写二号的话，那么是不是二号那天每一分钟都执行啊？这指的就是二号那一天每分钟执行。同样，这个计划任务可能是有写错了，可能写错了，好吧？语法上没有错，但是逻辑上有错，明白吗？那二号那天执行多少次？多少次？什么？这个执行多少次？我想说的是有多少分钟？1440分钟，不是你一天1440分钟都不知道，一天多少秒？86400秒，这是常识，好吧？这都不知道，你，不是什么经常会出现86400这个数字在后面，经常会出现。哦，这。我每天过一秒我就数一秒，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现在不知道。好，明白了吗？好，我知道你们可能没有记住，所以呢，我原来讲课的时候不是这么讲的，我先上这个，但是发现什么？我让他们看，让他们说，但他们都照着后面读，所以我呢就先上了这个，然后呢让你们看不见下面这个。然后呢，这个就明白了吧？我写两个是为了对齐好看，仅此而已啊。好，这是每天两点整，看得懂吗？这是每月一号的什么？两点整。每年2月14号的两点整。每周日的两点整。每月那个六月份周五的什么？每个周五的两点整。然后，是那个。每月14号两点整，或者是周日的两点整，两个时间都执行。每年2月14号两点整，或者是那个什么周日的两点整。如果说有月和星期两个在的话，就是这个月当中的星期，明白吗？啊，当然如果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天的话，那就是或的关系了，明白？当然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这么设计的，好吧？当然，我想说的是，这个已经很变态了，这种写法是吧？有同学说，你看啊，他说老师，我觉得写了一个好复杂，我写不出来啊。那你就写多个，听懂我说意思吗？没明白？那计划任务啊，他本来我要写的是，啊 ，sorry。本来我要写的是什么？我要写的是两连整，是吧？是不是每月四号的星儿，然后周五的执行 data， 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五位？这个表示每月四号的两连整，或者是什么周五？你要写不出来，我建议你这么做。哎，怎么？
光标都不动了，这个机器怎么老卡啊？真的是不是给写成这样的形式？两条命令也一样啊，对吧？你要是实在一条写不出来，请写两条或三条。我们确实有时候不可能在一个当中设计出各种想要的时间，对吧？那怎么办？再写一个咯，能听懂吗各位？这不就行了吗？哪那么死。好，然后请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是这个红色和上面那个黑色是做对比的啊。这个是上面那个，是不是每天两点整？而下面这个就不是两点整了，是什么？每天两点钟的每一分钟信号逻辑错误。上面那个什么意思？一共五个信号，什么意思？每分钟执行。下面这个是什么？每月每年二月十四号的那一天的每分钟都执行，1440分钟执行，每分钟执行一次。最后这个呢，每隔，那要是个斜线写到这儿呢？斜线写到这儿是每隔五小时，斜写到这儿呢？每隔五天，写到这儿呢？五个五月，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一月五号、一号、五号、八号的两点整，一到八号的两点整，是不是都写得很清楚？好，上面那个只是为了让你，那啥一下 ，ls 在这儿是打酱油的，对吧？因为没有它的话，我这个命令不完整啊。但是有它一下的话，就显得好像高度不高啊，是吧？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MySQL back。最后还要说一下，看啊，我们再写一个计划任务，新 data 是吧？这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写的，很多人更加喜欢使用一个绝对路径 USR 并下 data。大部分呢在写的时候都喜欢是 USR 下的什么并下的 data， 这样写更完整一点，好吧？当然如果写了一个重令项的话，跟下的 data 点 tsc， 那这个是就不会再往那个邮件里面发了吧。好，你一会儿再也收不到邮件，是不是一会儿收不到？各位，我们是不是写了个计划任务啊？ cron table 杠 l 查看自己计划任务。另外呢，还记得这儿吗？还记得这儿吗？现在是不是只入的用户计划任务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文本文件，注意到了吗？它就是个文本文件，最终写的位置就在这儿，明白？今天我们没有讨论计划任务里面到底要做什么，对吧？我们讨论的是怎么定义这样一个格式，明白？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日志，有没有邮件？到点了吗？应该超了十几秒了吧？那我们看一下哪个命令 ，data 点 tst， 你看一下，我现在在一直查看它的什么？它的这个尾部，它应该会在下一秒的时候出现，是吧？它有时候等下一秒，这紧等它等不来，时间觉得好长啊，好长啊，啊44才。好，耐心等待，5 4 3 2 1 0 1 2，准不准？准吧，我测好了的，这时间是啊。好，这就是我们用户级别计划任务，而我们以后最多了解的就是用户级别计划任务，看到吗？当然系统级别计划任务呢，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了解，也因为要关注嘛，就是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老百姓是吧？我们除了关注自己的事情以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国家的事情，明白吗？那就是系统级别的计划任务，明白？